我一个人上线跟挨揍没什么区别，那不是帮他开一下野怪吗？我能咋办呢？我走这行吧。临场啊，你直接玩出来了。充能完毕。电刀也不电吗？还行，能进去。啊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吧。毕业，吓坏了，丢。还好，还好啊。只能说还好，不然很难受。刷三组野怪。要挂机，我再挂一会儿吧。挂机而已，小挂一下，小挂疫情啊。那这么打我就要挂机啊？那没办法，那挂机就挂机呗，挂一会儿啊。用 Q 补补刀差不多得了。别给机会啊！能怎么办嘛？啊。我还在挂机，没事。没办法呀，你人家不知道挖人马在哪，你就得挂机啊，很正常啊。你就只能这样子玩，很合理呀。他们越塔能力倒还好，别被换血没那么好越。泽利的越塔能力不算厉害的，真要来越没那么好越。哎，这个E给的你让我很担心。简单，好吧。干嘛踩等下 AD 呢？你已经死了。越都给我越，这么喜欢越是吧？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是要越。喜欢越塔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我也觉得是。哎，我想回了啊，哥哥，我回了，哥真回了。不能回复。
哎，这个挑战，我的，我该来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不好意思。当然，我这波我也不想打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要张收据吗？我觉得这波，哎，算了，不要，我觉得要他觉得，不能这么讲，好吧，不能我觉得要他觉得，主要是我真打起来我肯定也没对面 AD 厉害，因为我装备没有补，对面 AD 死了，装备补了的。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，我的问题。盾攻了，每秒掉滴血。这也应该放在博物馆里。我可没说一切东西都要。把他打的谨慎一点。嗯，因为没那么好赢。加油吧，慢慢来。手套是让人看。可以稍微打点压制的。只能说不做眼压线的下场。还差一点点，哎，加油！上一次在数位码查了一些秘文，好像说什么豺狼脑袋时间禁止，解说。
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别去了呀，给他续被动的，给他续大招的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损失。电能激荡，啊，也不是电能激荡，那个是杰斯。闪电冲击！手套炸飞他们！我讨厌偷这个字。快成闪电松鼠！解救或者获取。挂一会儿吧，有人啊。价值宝要拿来卖哦。这个维鲁斯站。加油吧，我看看两边，他们 AD 也很肥，两边 AD 都挺肥的，其实这个位置我也不好一个人过去站，现在就很尴尬，我下路线我也没去。会要美德人马，火力没大的，这不考虑打一波吗？其实可以考虑打一波。
这位置防御的好看。这位置，这种位置很顶，你知道吗？办法呀，这死的我有啥办法呀？能推吗？推掉了还是？F6 没了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。我正面压力有点大，现在。他无尽了吗？无尽。没有睁眼的钱，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有这样的血统。口袋吧，十二级。太大了，出不去啊。感觉野区打架好难啊。
直以来我都是闭着眼睛进行远距离传送的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空放。德恩的 W 让人很难受啊。加了个闪是吧？应该。就打了。哎，交叉一个，泽利回去了的。在这里，我们法师把这个叫做手盾。还是说出这个呢？其实我感觉这个也不错。算了。男人里的折磨属性其实也还可以啊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走。我来考虑试一下男人里的折磨的。Rampage.
高啊。好帅的，好帅的挖机。还差一票啊。这三票是谁给的？我不知道这三票谁给的，不理解，不明白。但是打到现在，主要是维克多装备有点不太行，嗯，所以少一点伤害。讲道理哦，讲道理，这个挖掘机挺厉害的。把中路线给推了呀。后悔了，啊，不该做王冕，王冕收益好低。下波线马上到了，要不了这条大龙，要不了。这个线就走了吧，真的。A 不了呀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从这边过来呀？他是看到我没过来才选择直接超级回城的，估计。他要是看到我再上去点这个塔的话，估计要过来开我了。讲道理，这个位置站的也没道理，不可能站的，因为他是能开人的。
给那边下。Been slain.